看到是十二年国教制度又要改，基北区今年免试入学的超额比序是以量尺分数换算会考总基点，但是教育部认为量尺会造成考生太计较分数，不符合国教精神，从明年开始不再提供基北区量尺分数。北市教育局也规划明年将新增科目加权总基点，改用三等地势标示换算，各校也能够自行决定一到三科的加权计分。但这样的政策也引发家长担忧，会造成同分过多，太多的考生高分低就。